妈抚养给我们。因此呢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层面，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位置，我们如何来到这个命运运动，记得咕噜咕噜嘎的仁慈，无论我们现在什么阶段，现阶段，是的，咕噜也强调了，我们应该把目标专注好，要明白目标在哪里，我们去聆听这个，去呢，从什么上面发展，根据我们的目标，阶段一步一步的。把目标确立好，我是要得到呢。希望提拉蒂卡永恒同游的莲花族的服务，我不想要别的。学古殿呢，会告诉奉献者，在我们观察朝拜中，他会测试每个人。他说：“哦，你们有几个人想去外公堂？”奉献者们说：“不，我们不想去。”有人想去阿尤迪亚吗？我不想去。最后他说了：“你们有多少人想去布拉贾呢？”大家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有多少人呢想服务呢？拉达布什呢？在布拉贾，大家都说 yes。布拉贾会笑起来，因为他明白了，是啊，现在这印记呢，他已经印入我们心中，可能还是种子。起码呢，但是呢，不断的给它浇水，那么这种子就会长出来。最后呢，终有一日，在某生世，可能不需要很多生世，可能一辈子、两辈子，古爹说了。但是呢，古爹说你必须全然皈依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幸运，完全的啊接受这个。优势，我们要接受这个优势，当身为人，而且在呢这个当年卡里年代，在受赐福的卡里年代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卢巴卢格外斯当瓦初夏了，在这个年代来到，这不仅来到他们俩初夏，我们现在坐在这呢，坐在巴甲，参加巴甲朝拜，在他们指导下，在呢卢巴卢格的传奉献者的指导下，这都是我们布鲁斯。发现的这个仁慈。